刚好也是台北市客委会想在这个二蛙公园，就是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布置。那因为竹子在客属地区啊，客家地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，过去整个生活啊，整个建筑啊，整个文化里面都少不了它，所以就是各位主委中文工主委是想透过去重新认识这个材料呢，来完成对于这个客家文化的建构。竹建筑在南部发展一阵子，那或许应该上来北部，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能见度比较高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是还蛮珍惜这样的机会，能够来上来台北来做这个竹工艺的布展。海拔够高，产地才会出现这种，要够高的产地，竹林产地才会出现这种大只的竹子。那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竹子的那个材龄啊，竹子年龄要够，要四年以上，这个纤维才会成熟。它这个表面啊，因为长久在山上的关系，它表面会多少都会有一些卡一些那个苔藓类的植物啊，地衣啊。透过那个杀青，就是煮沸啊，将它放到煮沸的开水里面煮沸，那就会得到一个那个比较干净的表面。对啊，那从这边这个处理完以后，我们再开始做后续的那个加工。布展呢，就是结合的那个这个结构构组，那以及这个工艺的部分。那工艺的部分呢，我就是透过这个竹编天花来呈现。那我们找到在云林当地的那个竹编工艺家一起合作，决定用这种乱枝的这种技法来呈现。那因为它一个是它看起来很自然，就是虽然没有秩序，可是是一种模仿树荫底下的这种光影效果的这种做法。那第二个是它这个做完以后，这个整体感就是没有那个片与片之间结合的问题，是一个整体呈现，整体感应该是会非常的理想。昨天傍晚看的以后，在这里看的时候，我还一直以为这靠近树林这边啊，一个偏后啊，感觉好像是变得比较密。后来刚好跟树影重叠，哇，这很漂亮。不要去啊，别动来啊。这个设施呢，本身是一个能够完全融入到这个大环境里面的一个设施，所以不管材质运用啊，或者是光影的这个变化，都希望能够它跟这个旁边的这些这个景观呢，跟这些树木融入是无碍的。特别是在这个当下，特别是台湾这种目前这种文明的这种生活方式，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持续太久，一定要做转变。那不可能这样子长期的排放 CO2， 那都不就没办法产生一个好的循环。这是一个长久来讲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浩劫。那我们必须要从必须要改变。那我们就从我们身边可以做到的部分，我们就先做。